们去做工，明天就回来了。No， 不可以去，你不可以去，你在家乖乖，明天就回来了。OK， 拜拜。拜拜。OK， 大家，今天我要拍摄，然后我们是要去到酒店拍，因为这个产品呢，它是一个洗身体，然后是需要在厕所里面，然后厕所是那个背景颜色是要白色，可是我们家的那个厕所就不是白色，所以就没有办法在家拍，所以就要去到酒店拍，所以今天就要一整天的拍摄，然后我已经剪了头发。现在是这个长度，之前是要到屁股哦，就剪掉它。有点尴尬，很久没有拍 vlog 了。然后现在我们先去那个百威廉，我们要去沃森买那个产品，因为商家那边寄到相同的产品给我，所以我们要去买哦，自己再另外买。对，然后买了就去酒店 check in， 然后就。拍摄，对。OK， 现在我已经到了百威廉。这个就是今天我们住的酒店，这间的酒店呢非常特色。我们住的这一间呢是，讲，它是有很多个风格主题的。我们住的这个是 Room to Taste， 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哦，就是有餐桌啊，然后就一个好像开放式的一个小小的厨房吧。然后过来这一边呢，就是我们的睡觉地方，来。你们看看，哇，是不是很有感觉？然后我们床的隔壁呢，就是这个厕所，床的旁边有浴缸，所以是蛮特别的。就是我们住这样多间酒店呐、啊，就是这个什么 club， 怎样念啊？它的名字 club，K-L-E 啊。没有在业配，这个是我看小红书推荐的。然后我就找到这边了咯，厕所是长这样的，有浴缸，然后，哇，这个就是冲凉的，就是我需要的那个拍摄的场景，就是它背景必须是要白色的，对，所以 OK 啦，这个简简单单的 room tour 就是 room tour， 对的，难念呢 ，room tour。到这边呢，我已经换好衣服，要准备拍了。然后这是一个大便。OK。最近新入手的这个 Skin One 004的产品，这一系列的，它的瓶子包装超好看。Skin One 004是来自韩国知名的护肤品牌，有关注我的人就知道，之前这个厂家有寄给我过他们的产品，好像是保湿系列的，它的那个 Blue Serum 超好用的，就是这个，它这个 Blue Serum 超好用，所以我现在就入手他们这个积雪草系列的。我刚刚是洗好脸了，所以现在我要上护肤品。连我的护肤步骤就是 toner 精华液跟面霜，连这个系列是有积雪草成分嘛，所以是非常适合痘痘肌啊跟敏感肌的人。我刚上的 toner 它里面有高达 84% 的积雪草成分，它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修复镇定肌肤，就是皮肤很干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用它来湿敷，就是它保湿效果也是很好。我最喜欢是它们的精华，就是非常好吸收，然后不会油腻，它是有那个淡化痘疤的功效，就是好像这种痘疤它是可以淡化掉的，对，重点是它很大一瓶，非常值得入手。先讲这是他们的王牌之一啦，很常断货。
OK， 然后到最后一个步骤就是这个积雪草舒缓面霜，它是这样子凝胶质地的，对，涂上脸是很清爽的，也不会有黏腻感，非常的保湿补水。好啦，我平时的护肤步骤就是这样子啦。这个 Skin One For 嘞，他们家的产品都是 100% 天然成分制作的，没有酒精，没有人工色素，没有防腐剂，没有矿物油，是非常温和不刺激，适合所有皮肤的，敏感肌也是可以用。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产品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到 Shopee 购买。
先 try 了长安。呜！是真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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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。是你，是你要吃的那个味道。我觉得黄酒鸡应该都是差不多这样的味道，哇，感觉会醉哦。我放整瓶哎。没有啊。是，真的真的。所以是 good 啊。有点烦，加一点点小小的。